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，可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水晶瓷器展。因为其实本身呢，平常非常喜欢做菜，然后我用的也是他们家的瓷器，所以不论是生活跟艺术，我觉得它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。像平常呢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如果用水晶的餐盘啊，或者是呢，像今年鸡年，如果说家中可以放一个这个鸡的瓷盘的话，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所以说平常都有在下厨，也拿手菜就是。拿手菜呀、啊，还蛮多的哎。拿手菜可能中式的比较多啦，对，就是可能一些家常菜啊，还有卤肉啊，还有一些鸡腿啊之类的。因为你好像刚从美国回来，所以他会讲一下这次去美国的用意。美国的用意就是私人行程，对。那目前回来的话，就是还算很好啊，没有就回家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。那像你最近有在积极的写作，有一些作，接下来会有一些作品吗？会，就是除了有在写部落格跟粉丝团之外，那也希望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写一些小说。对，希望。